杨幂现身机场，一身贵气十足的穿着，真是气质爆棚，拦都拦不住。迪丽热巴亲自接机，真是会讨喜。胖迪讨好老板也是有一套，真是没谁了。胖迪两米大长腿不输大幂幂，真是太养眼，难怪胖迪这么自信，真是抢镜头的。本人的气色也是相当的不错，看上去气色红润，堪比美少女，完全不输迪丽热巴。杨幂的身材一直都是在线的，看上去身材十分的苗条动人，体重一直在水准线之上的。